喂喂，欢迎翻到嚟坚仔赛马教室，好耐冇见啦！嗱，百五蚊赢万蚊，你试过未咧？啱啱嘅星期日咧，就有坚仔用户用坚仔 app 睇通睇透条路咁做到啦。提早咧，佢就发翻个新年财，仔羡慕喎，即刻教你，你都得噶。嗱，呢位坚仔用户真醒目，因为知道我哋坚仔嘅 tips 够坚，够胆打破坊间嘅传统，实行以质制量。坚仔嘅马评家咧，每个赛日只系可以用两场嚟做重心，最多每场咧只系出四只，等大家睇得切，亦都跟得晒嘛。嗱，佢咧就用咗我哋坚仔升级马评家世荣全日两场重心嘅 tips， 用一拖三嘅方法咧嚟买单 T。嗱，百五蚊，相信好多睇紧呢条片嘅观众都系买紧呢啲注码嘅啫。但系要中万五蚊咧，就真系唔系人人做到的，仲要系斋跟就中，可谓系悭水悭力悭时间噶。嗱，冇花冇假，两场重心喺呢度啦，啲马好似俾佢养熟咗咁样。第五场四只就中单 T 啦，第十场咧拣四一样系中三啊，呢条过千倍嘅过关咧就咁就翻嚟啦，真系和美啊！嗱，坚仔会员众多，跟中世荣嘅又点止一个啊？有买 Q 嚟过关嘅，亦都有更多咧买单场中咗嘅，喺度咧恭喜晒咁多位先。嗱，啲飞咧你哋有 send 过嚟，我睇到嘅，但系实在太多啦。未必每一位咧都可以喺呢度 show 到出嚟，帮唔晒嘅，唔好意思。不过咧，我哋坚仔 tips 咁坚，下次咧一定仲有机会嘅。嗱，除咗坚仔 tips 坚，寻日仲发生咗一件令人啲破眼镜嘅事，就系北霸嘅金枪六十终于倒下啦，终止咗佢嘅十六连胜。更夸张嘅系，我哋坚仔嘅独家赔率功能大手升跌咧，其实一早已经捉到路噶啦，仲有唔少识用识睇嘅用户跟中咗添。嗱，呢条夏威夷 win 有人中啦。夏威夷行头嘅四重彩冇花冇假，冇呃你，一样有坚仔用户中到应。唔系话佢哋有几叻，但系如果你寻日用咗坚仔嘅大手升跌功能咧，你都得噶。即刻教你点睇啦。嗱，有留意开大手升跌嘅，应该都知道啦。从来冇喺呢啲马王出赛嘅场合入面咧，啲飞会乱成咁样噶。夏威夷 Win Pay Q 都有飞，象王咧 Pace Q 都有飞。喂，嗰只马王金枪六十又点啊？淨係得 Q 飛，一句講曬啦，即係唔穩陣咯。如果你都好似呢位用户咁識睇嘅話咧，大手升跌咧其實真係好好用，可以幫到你中夏威夷嘅 win 噶。譬如上次，當然咧亦都有唔少用户跟進咗大手升跌啦，就例如第五場嘅戰紅三千以戰得勝中到應啦，第八場嘅對行之星咧兩條冷位置 Q 一樣係落飛輕鬆跑出噶。仲有其他熱熱地嘅咧，都唔全部喺度多講啦。总之，如果你都系同头先位师兄一样买开百零蚊咁上下注码嘅话咧，不妨揿一揿影片下面嗰条链接，免费下载我哋坚仔，参考下世荣嘅 tips 同埋大手升跌嘅功能啦。今日嘅分享咧嚟到呢度，如果大家未赞好、订阅同埋留言嘅话咧，记得做埋呢三个动作先好走啊！拜拜。